以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道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形，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无不知其名。想名曰道。心境经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知己是眼不能见，但借者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我们要如何向人点明真正是一位上帝的存在？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解释，可能用人的方法来存在者，道会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的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在我们生活经验中，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常常会带着期望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当事情不太顺利时，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若事情已经绝望了，我们只好叹其天不从人愿，最后事情若起死回生时，我们会高兴地说天理昭昭，老天有眼，有一位真神上帝看不见的并不表示就不存在。如空中有许多电波承载着美妙的音乐影像，虽然看不见电波，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电视，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浩瀚宇宙和微妙自然，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万物的创始者，有一位真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新约约翰福音11:3，圣经创世纪1:01。5:1:1。起初神创造天地。1:2。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1:3。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1:4。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1:5。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老母娘上帝阿拉万之真宰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老母娘明明上帝老母娘生天生地生万物，为天地万物生灵之真主宰，又称无生老母，又称明明上帝。上帝当知道，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音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
又如大雅所说的因知未丧失，克配上帝。朱子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小雅上说，按形体而论，就叫做是天；按主宰而论，就叫做是地。既是朱子和程子两个讲解，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就可以明白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敬奉的上帝。基督教辟邪归正论第五六页，老母娘清净经云，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可知天地之源出自于道，未有天地先有此道。道德经首母章第五十二，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莫身不殆。皇母训子十戒，三戒为道，独尊我独尊，生克制化老身份，三界十方母为主，养育圣凡一灵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创天地而与天地同在，自性佛即是灵，看不见抽象，但是它却存在每一位十方善知识的身上。所谓道化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天主国与自性佛主耶稣对父神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约翰十七二十一，道德经混成章第二十五，有物混成，先天底生，即息了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始，始曰远，曰远，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狱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大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马拉基书一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道德经混成章第二十五，皇母老母娘即是无极老母，无极老祖，无生老母。皇母天父，天上的父也，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神上帝真神阿拉阿拉真神主真主造物主为皇上帝，明明上帝造真理。老母娘慈训明明灵灵一点光，上帝赐而珍宝藏无量慈怀传一指，心虚大化救援皇至尊无上威灵力至圣经法不显良界与慈云不十方共母朝母娘灵归根乐欢喜真宰无为居天堂。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宰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一点明明上帝圣号之意，以明明是代表先天纯阳光明本性，
所以明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且是内在的明。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内在的明为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上帝及宇宙的最高主宰，他是诸天神圣三世诸神之本，也是宇宙唯一至尊的神。他不但是灵性之根源，也是创造宇宙生育天地运行日月掌养万物的主。在人言如人具知本性良知，如地爻之大人，愚蠢之大小，夏禹之大功，文王之道德，周公之大才，老子之感，孔子之忠恕，释迦之能静，耶稣之博爱，穆圣之清真，观音之道慈，世子之喜舍，文殊之大智，普贤之大行，弥陀之平直，观圣之刚正，纯阳之虚明，五目之精忠，等十方众圣三世诸佛，一切奥义妙理，无量智慧功德，神通妙用，全是由上帝的性体中流露出来的。上帝的性体尽虚空遍法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看不到的一切，全是上帝所变现的。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是与上帝同在的。上帝的灵光大而无极，范围深比较而无美，细入无间，凡是日月星辰，江海景泉，白云彩虹，雨露霜雪，一花一木，一草一蛋，宇宙森罗万象，全在上帝的性海中。无量清虚形容明明上帝是无量智慧之根本，无量妙行之本处，无量功德之源头，是真空妙有，虚灵不灭的。至尊至圣是尊崇其位为至尊至贵至高无上的，敬奉其德是圆融完美无缺的。三界十方，三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十方指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东北西南上下，表上帝的性体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在。三界二十八天图万灵真在说明上帝的灵大而无极，范围天地小而无内，气入无间，为万有之本源，万化的真主宰。所以明明上帝为一切生灵的大总持，在传统道场亦有尊称为无生老母或一母子为表，其意义如同明明上帝具有形上意与形象意，为万物苍生生命的大本源头。三界十方万灵真在至尊至圣无量清虚言其本体，尊崇其位，敬奉其德，宰主其尊，用在万灵遍不恒，用在不无言为范其及形容其大说明其相明明上帝母子与母同音同义，自行与父母自相敬，母字的情意一点中家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是阴阳，代表用体用合一为母，
有体无用则是空，有用无体乃直相，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一用合一，即是佛也。二点点代表无极，点代表真如本心。三点中线拉直透出圈外，表示超乎太极之外，贯乎太极之中。四点母字正转十度，表示先天灵性之母，先天母乃灵主宰，灵性之母亲无形永久之如来自性。太极字的形意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两点是阴阳，代表用，从代表无极，动生阴阳同时心，代表真如本心。太极图各教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一点如叫天上天上帝、明明上帝、为皇上帝等，中庸交涉之理，所以是上帝。天命之谓请，诗经小雅明明上帝昭陵下土，大雅上帝灵汝无二耳心，书经汤告为皇上帝降中于下明，若有恒性。二点佛教大日如来毗卢遮那无声等法华文具会本法身如来名毗卢，此番已遍一切处。谈经一问品，若悟无声顿法，见西方只在刹挪。大日经书亦云，梵音毗卢遮那者，是日之别名，即除安片名之意也。同十六曰，所谓毗卢那者，日也。如世间之日，能除一切暗明，而生长一切万物，成一切众生事也。今法身如来亦复如是，不以为喻也。三点道教无道无极天尊等，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底生，即七辽西，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在，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点夜教真神耶和华天主天父上帝等，圣经创世纪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五点回教阿拉真主，福荷兰经本一共大人大慈真之名。六点先天大道无生老母明明上帝无量心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真主古兰经，我你本他们谁创造了天地，制服了日月，他们必定说真主二九六亿。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十一死的大地复活呢，他们必定说真主二九六三，真主古兰经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一二以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一一二二他不生也不被生，一一二三没有任何物可以与他匹敌，一一二四真神道上帝生命在他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内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一四九一三一四，耶和华 Love， 耶和华 Love / Always / 的称呼，在原文之意义，乃是自有拥有的他，以及不生不灭诸天之国与神之国，神为诸天之国之上的主宰。母居礼天，在诸天之上为万灵真宰，诸天之国与神之国，宇宙能量，整个宇宙充斥着舞动的能量。除了此舞动的能量，我们的宇宙一无所有。在某个时间点，这些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与无知觉的能量，从而有意分为二，就对立。斯瓦米维达帕若提 Swami Vedamaravi， 这着火瑜伽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约翰一书3:24，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何处？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颇相似，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福音书作者约翰。神上帝老母娘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创造人时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当生气吹在他的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2:75教禅道佛家所证法眼藏灵山柳枝净瓶主人翁真主人真如等等，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道家所言古神胡独玄聘众庙之门等等，回教所言阿米木两木米木回回之地等等，基督教言十字架用火施洗窄门等等。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没有求道的人是无法体悟的，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而道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个根如没有经活佛师尊名师指点，是无法找到的。可见求道的重要，简应亦无有正法掩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二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指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事实众皆默然，为迦摄尊者破言为笑。世尊曰：无有正法掩藏，
涅槃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复主摩诃迦舍。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诃迦舍分作令座，以僧伽梨为之。遂告曰：吾以正法掩藏，逆复于汝，汝当护持。吾登会员卷一七佛释迦牟尼佛住僧伽梨比丘三一之一，华译为众聚十一，又称为大一，由九条至二十五条制成，是作大法会，或是见国家元首众臣时所穿的。正法密传会能及会祖义，三不度士，足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会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起祖言和其自性本自清净，和其自性本不生灭，和其自性本自具足，和其自性本无动摇，和其自性能生万法组之物本性。为慧能曰：不是本清，学法无益。若是自本清，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台中国际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一三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台中国际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四 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a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台中国际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佛家言不走正门，进入四生六道，胎生耳牛马羊狗之类，卵生眼鸡飞禽之类，湿生口鱼虾水族之类，化生以马以蚊虫之类，泥丸公气天神肚脐在世投胎为人，任母归根修道，目的在离苦的乐，唯有任母归根方能超生了死生，登圣玉田关，永脱苦海。母自垂吾
教皇母慈是这恩师一指点杀身难报重如山恩四海实际心怀若不受师指点怎能脱苦又怎能了生死不受好灾上超祖下引孙权平师立各应当报大恩尊师安排皇母十戒第七戒五教圣人提出了诚恳的呼吁一点穆罕默德可兰经文难了死速拜真师反饶西二点耶稣基督圣经空是玄真意赞美诗词作高歌三点太上老君道德五前卫严谨速拜功常早归根四点释迦牟尼真空非空法非法如然自在是个五点孔老夫子雄神之化之其旨定静安律见本人古人云白藕绿叶红莲花三角原来是一家三大圣人发庆礼得了窍妙回老家悟又本末是有终始之所先后则尽道矣信教不爱修道但不宜只有信教但悟修道本末早至实在可惜点老母娘的奥妙道在使你东波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呜呼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波子曰其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也曰在蹄摆曰何其欲下且曰在曰何其欲甚邪曰在使你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故不及直正或之问于坚是律系也每驾驭况汝为莫比无乎陶物只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天贤三者一名同时其之意也庄子之被有第二十二敖母娘的心声一三山坡母子离乃不得已皇母训子十戒一戒一当出天位混沌未探妙明明无人我空空一团九六亿元佛子先天同聚无忧愁无烦恼自在安然先兄弟先姐妹身来伴随母来随母去不离身边极乐不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跨彩奉无量尊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还无阴阳无对待治理纯然侠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吃的是仙桃点琼浆玉衣穿的是灯云鞋仙衣仙衫老母娘的心声二论无极为圣欲至善宝静静而因通万化万类根源自从那教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前万八在气数定天使成就又在指丑会满地是完全清气升为天盘布至星斗浊气降凝为地湖海山川至凝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晕万类生全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动狂及坤前老母娘的心声
三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一本散万殊哀自无入有其奥妙是神仙亦难尽言天即成地即立万物其北东土无人焉得少女男那时节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九六子七将凡间旅次的差员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至凡无奈何为母我造下且九三山泼红醉了菩萨佛南设一个大仙池其来洗澡趁机会先衣携收回礼天众佛自救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先衣携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声四为娘我悲痛泪原子呼患耳痛等速东奔莫要在脸如若是先衣携交与耳等耳哪个亦不肯再是至凡折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失踪脖子可引心权众佛子如要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母言答三其末打开普度清烧书清记请清度佛缘降道乃为救良善降劫乃未收恶煞血泪以与探子归须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末节时期把握经献孝圣法前不畏考验坚守愿共赴龙华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化彩奉无量尊严在礼天极乐之天国里任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成其青龙化作彩色凤凰任意去来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还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理天无寒暑冷热总是恰是温度无惧无暑亦无阴阳之对待只有纯然一环理气理天以跳脱一切阴阳对待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自性至理纯然通达无碍故无数无管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前暇无事则任意遨游观赏先天美妙景致或下棋娱乐或谈情消遣礼天之静无闷倦之事举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意之所乐而为之吃的是仙桃果琼浆玉你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吃的是仙桃仙果喝的是琼浆玉你穿的是仙衣仙鞋仙桃果蟠桃之果实亦称仙桃蟠桃之洲际东海有山名杜索山上有大桃树蟠区三千里约蟠母五帝内传七月七日七王母降以仙桃四颗与帝第十折收其壳欲种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时中下地薄种之不生地乃止论无极为圣欲至善宝静静而因空万化万类根源理天是至善宝地是无极的境界
至圣之疆域。此地至虚至静，感而遂通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前一元十二会子会开天丑会辟地寅会生人卯会辰会巳会午会未会申会人灭酉会地灭戌会天灭亥会混沌每会各一万零八百年。一元共持二万九千六百年七佛治世，三佛收元七佛治世南方是爱佛六千年，北方生育佛四千八百年，即一万零八百年。卯会东方甲三春佛三千七百二十年，西方有长庚佛七千零八十年，即一万零八百年。辰会西北方空谷佛五千两百八十四年，南方龙野佛五千五百一十六年，即一万零八百年。四会东北方祭天佛五千八百年，伏羲是代理佛五百年，即六千三百年。五会中三佛收元燃灯古佛青阳及掌天盘，莲慈会释迦文佛弘扬旗掌天盘，灵山会弥勒古佛白羊旗掌天盘，龙华会万八在气数足天使成就又在指丑会满地使完全子会开天一万零八百年，天成就丑会辟地一万零八百年，地完全智慧会数井至是圆满，母会元灵收回，又会灭地，虚会灭天，亥会重回混沌星气，生为天盘布至星斗浊气，讲名为地湖海山川清清之气，上升则为天。满天布满着河汉星斗，此为气界所居之处。众浊之气下降则为地，大地为众浊之气所凝结而成，形成了湖海山川，此为象界所居之处。至阴会天地交日月合，照会阴阳合阴君，万类生人子会开天，丑会辟地，已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判。淫会之时，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日月叠相交替，阴阳因均而育生万物品类，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动黄及坤前，此即是先天妙理开天辟地之本源，无极主静属理天，太极主动属气天，黄极主化属象天，道极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道即是理，理即是道，至虚至灵，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道本虚灵，能生一，一能生二，二能生三，三能生万物。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三才，三才者天地人，万物因之而生。生化万物图 e colon backslash lcc backslash lcc hyphen to backslash 意图象棋生化五万点 jpg
天既成地既立，万物其北东土里无人焉，缺少女男，天地既成，万物以其备，这就是向天，亦称娑婆世界、堪苦世界、苦海、此东土等等名称，不一而足。这是界被创立之后，尚无人焉，缺少男女，整个世界乏人管理统治。那时桀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舅六子七将，凡间由于天地有定数，子会开天，丑会辟地，寅会需要有人降生，时机已至，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才舍下皇母之九六元胎国子，一齐降临凡间，接受种种历练，屡次的差元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至凡。于是老母娘每次差遣元佛子下凡降临东土，每来一次又回去一次，就是不肯留下来治理凡间东土，无奈何为我造下血九三山坡罪了。菩萨佛身在无可奈何之下，老母娘只好造下血九在山坡罪了，原就是佛菩萨的原胎佛子，设了大仙持其来洗澡，趁机会先衣携收回礼天。老母娘还设一个大仙池，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趁机会将大家的仙衣仙鞋都收回礼天。众佛子又醒来，不见母面，又见仙衣鞋可在哪边。众佛子醒之后，却见不到老母娘，又不见仙衣仙鞋。为娘，我悲痛泪源子呼唤耳，众等速东奔，莫倒在脸。老母娘因为要与众人胎佛子分离，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并且呼唤众佛子速速往东土而去，千万别再留恋于礼天之舒适自在。如若是仙衣邪娇与尔等二个亦不肯再是临凡，老母娘若把仙衣仙鞋交给元胎佛子，则又没有一个肯降临凡间留下来治理世界。折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失踪佛子和隐星全到了凡间，若天气寒冷，就折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以御寒地冷。若肚子饿了，就取松子脖子吃；口渴了，就取青囊泉水喝。众佛子如掉杯杯杯叹问母：我至何时方大家还？众佛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皆如掉失了魂魄一般，悲伤地哀嚎叹息，纷纷问老母娘：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母言答：三期末大开普渡，轻烧书，轻记性，轻度佛缘。老母娘回答说：等到三期末节大开普渡的时候，老母娘会亲自烧书寄信给大家，并且亲自来度化众元胎佛子，告一回家之路。
家乡姓叔皇母训子师戒以及天佛圣训都是皇母烧书请度化佛子众生。众儿女心由一悲生大放为母我且和同父语。黄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众元开佛子心中有存惊疑悲伤地放声大哭。老母娘见众佛子如此惊疑悲痛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元佛子。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求道时的合同皆是凭证。自此我原佛子东土而奔至世界为男女灾地人焉从此。皇母之原开佛子便向东土奔驰而去。点治理世界或为男或为女。并传递人间烟火。母子分各东西好不难过自此我众佛子受尽熬煎子各分东西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而众佛子自此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唐李白不风师名利图煎熬。安的咸鱼不至今时区只算六万年载美享而再是苦母心难安自三山托一别到现在区只算来已有六万年了自营会生人以来至今未知出已将近六万年时光每每想起众佛子在世间受苦受难皇母内心就难以安舒一别千古一别六万多年今时下运也至为母降道拆三佛半末后土度收元现在时已经到了为换回在世间受苦的元佛子老母娘降下了大道指引众生回天之路并差遣三佛办理末后一着的普渡收元三佛燃灯补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如何与老母娘同在一阵里时修一礼不一人修道认指真一人一出错一礼是良心二行功了愿天不能言地不能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结顿而的敦厚善良造就母的完美圆满儿的光明坦荡照耀母灵清虚儿的柔和宁静凝聚母的慈悲感应儿的知足感恩建立母的欢乐喜乐儿的无私无我辉映母的无边无量儿的屹立不摇弃入母的永垂不休本尊与分身关系资料来源网址 https://drive.google.com/file/b/01_1_1v/0.9538991/04767448305认识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孔子说过过罪于天无所导也所作所为得罪的上天都为你祈祷多没用所否
者，天厌之，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上天就会唾弃我为为乎？为天为大，伟大啊，只有天最高大。天，孔子、孟子思想中，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任于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情浮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道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形，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无不知其名。想名曰道。心静因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的能力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知己是眼不能见，但借者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在我们生活经验中，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常常会带着希望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当事情不太顺利时，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若事情已经绝望了，我们只好叹息天不从人愿，最后事情若起死回生时，我们会高兴地说，天理昭昭，老天有眼，有一位真神上帝看不见的并不表示就不存在，如空中有许多点托承载着美妙的音乐影像，虽然看不见电波，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电视，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浩瀚宇宙和微妙自然，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万物的创始者，有一位真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新约约翰福音11:3，圣经创世纪1:01。Genesis 5:1-1。起初神创造天地。Genesis 1:2。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Genesis 1:3。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Genesis 1:4。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Genesis 1:5。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宰明明上帝
无量心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老母娘，明明上帝老母娘，生天生地生万物，为天地万物生灵之真主宰，又称无生老母，又称明明上帝。上帝当知道，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音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就如大雅所说的音之未丧失，克配上帝。朱子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小雅上说，按形体而论，就叫做是天；按主宰而论，就叫做是地。既是朱子和程子两个讲解，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就可以明白，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敬奉的上帝。基督教辟邪归正论第五六页，老母娘清净经云，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可知天地之源出自于道，未有天地先有此道。道德经首母章第五十二，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莫身不殆。皇母训子十戒，三戒为道独尊我独尊，生克制化老身份，三戒十方母为主，养育圣凡一灵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创天地而与天地同在，自性佛即是灵，看不见抽象，但是它却存在每一位十方善知识的身上。所谓道化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天主佛与自性佛主耶稣对父神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约翰十七二十一，道德经混成章第二十五，有物混成，先天底生，即息了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始，始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狱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大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马拉基书一一一，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道德经混成章第二十五，皇母老母娘即是无极老母，无极老祖，无生老母。皇母天父，天上的父也，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神，上帝真神，阿拉阿拉真神主，真主造物主，为皇上帝，明明上帝造真理。老母娘慈训明明灵灵一点光，上帝赐而真宝藏无量慈怀传一指，清虚大
化救援皇至尊无上威灵力至圣心法复贤良三界法与慈云布十方共母朝母娘外灵归尊乐欢喜真载无为居天堂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载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一点明明上帝圣号之意以明明是代表先天纯阳光明本性所以明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且是内在的明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内在的明为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上帝及宇宙的最高主宰他是诸天神圣三是诸神之本也是宇宙唯一至尊的神他不但是灵性之根源也是创造宇宙生育天地运行日月掌养万物的大主宰在人而言亦如无人本具之本性良知如帝尧之大仁禹舜之大巧夏禹之大功文王之道德周公之大才老子之感应孔子之忠恕释迦之能静耶稣之博爱穆圣之清真观音之道慈世子之喜舍文殊之大智普贤之大行弥陀之平直观圣之刚正纯阳之虚名五目之经中等十方众圣三世诸佛一切奥义妙理无量智慧功德神通妙用全是由上帝的性体中流露出来的上帝的性体尽虚空遍法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看不到的一切全是上帝所变现的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是与上帝同在的上帝的灵光大而无极范围天地小而无内细入无间凡是日月星辰江海景泉白云彩虹雨露霜雪一花一木一草一蛋宇宙森罗万象全在上帝的性海中无量清虚形容明明上帝是无量智慧之根本无量妙行之本处无量功德之源头是真空妙有虚灵不灭的至尊至圣世尊从其位为至尊至贵至高无上的敬奉其德是圆融完美无缺的三界十方三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十方指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东北西南上下表上帝的性体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在 X 三界二十八天图万灵真在说明上帝的圣灵大而无极范围天地小而无内气入无间为万有之本源外化的真主宰所以明明上帝为一切生灵的大总持在传统道场亦有尊称为无生老母或以母字为代表其意义如同明明上帝具有形上意与形象意为万物苍生生命的大本源头
三解十方万灵真载至尊至圣无量清虚言其本体尊从其位敬奉其德载主其尊用在万灵便不恒用在不无言为犯其即情容其大说明其相明明上帝母子与母同音同义自行与父母自相近母字的情义一点中家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是阴阳代表用体用合一为母有体无用则至空有用无体乃直相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体用合一即是佛也二点点代表无极点代表真如本心三点中线拉直透乎恩外表示超乎爱极之外贯乎太极之中四点母字正转九十度表示先天灵性之母先天母乃外灵主宰灵性之母亲无形永久之如来自性太极字的情义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两点是阴阳代表用从代表无极动生阴阳从直心代表真如本心太极图各教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一点如叫天上天上帝明明上帝为皇上帝等中庸交涉之理所以是上帝天命之位请诗经小雅明明上帝昭陵下土大雅上帝灵汝无二耳心书经汤告为皇上帝降忠于下民若有恒性二点佛教大日如来毗卢遮那无声等法华文具会本法身如来名毗卢此番已遍一切处谈经一问品若悟无声顿法见西方只在刹挪大日经书亦云梵音毗卢遮那者是日之别名即除安片名之意也同十六曰所谓毗卢那者日也如世间之日能除一切暗明而生长一切万物成一切众生事也今法身如来亦复如是不以为欲也三点道教无道无极天尊等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底生及七辽西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败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点也叫真神耶和华天主天父上帝等圣经创世纪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五点回教阿拉真主吴可兰经卷一奉大人大慈真主之名六点先天大道无生老母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真主古兰经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
制服了日月，他们必定说真主二九六亿。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十一死的大地复活呢，他们必定说真主二九六三，真主古兰经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一一二一，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一一二二，他不生也不被生。一一二三，没有任何物可以与他匹敌。一一二四，真神道上帝生命在他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内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一四九一三一四，耶和华 Yahweh 耶和华 Yahweh/Yahweh/ 的称呼，在原文之意义乃是自有拥有的他，以及不生不灭诸天之国与神之国，神为诸天之国之上的主宰，母居礼天，在诸天之上为万灵真宰。诸天之国与神之国，宇宙能量，整个宇宙充斥着舞动的能量。除了此舞动的能量，我们的宇宙一无所有。在某个时间点，这些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与无知觉的能量，从而有以分为二，就对立。斯瓦米维达帕若提 Swami Vedabharati 这着火瑜伽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约翰一书三点二十四分，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何处？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颇相似，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福音书作者约翰。神上帝老母娘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创造人时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二七五要看到佛家所言正法眼藏灵山柳枝净瓶主人翁真主人真如等等，儒家所言大学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道家所言古神胡独玄听众庙之门等等，回到佛言阿弥目量母弥目回回之地等等，基督教言十字架用火施洗窄门等等。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没有求道的人是无法体悟的，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
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而道，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个根如没有经活佛师尊名师指点，是无法找到的。可见求道的重要。经典印证亦无有正法掩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二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指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示众曰默然，为迦摄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掩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副主摩诃迦摄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诃迦摄分坐另坐，以僧伽梨为之，遂告曰：吾以正法掩藏，密缚于汝，汝当护持。五灯会员卷一七佛释迦牟尼佛住僧伽梨比丘三一之一，华译为众聚十一，又称为大一，由九条至二十五条制成，是作大法会，或是见国家元首众臣时所穿的。正法密传会能及会祖义，三五度士足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会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起祖言和其自性本自清净，和其自性本不生灭，和其自性本自具足，和其自性本无动摇，和其自性能生万法组之物本性。为慧能曰：不是本心，学法无益。若是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台中国际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一三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台中国际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四 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a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因道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
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佛家言不走正门进入四生六道胎生耳牛马羊狗之类乱生眼鸡飞禽之类狮生口鱼虾水族之类化生以马以蚊虫之类泥丸公气天神肚脐在世投胎为人任母归根修道目的在离苦的乐唯有任母归根方能超生了死生登圣域贤观永脱苦海母自垂母教皇母慈是这恩师一指点杀身难报重如山恩四海实际心怀若不受师指点怎能脱苦又怎能了生死不受好灾上超祖下引孙权平师立各应当报大恩尊师安排皇母十戒第七戒五教圣人提出了诚恳的呼吁一点穆罕默德可兰经文难了死速拜真师反饶西二点耶稣基督圣经空是玄真意赞美诗词作高歌三点太上老君道德五前卫严谨速拜功常早归根四点释迦牟尼真空非空法非法如然自在是个五点孔老夫子中神之化之其旨定静安律见本人古人云白藕绿叶红莲花三角原来是一家三大圣人发庆礼得了窍妙回老家悟又本末事有终始之所先后则敬道矣信教不爱修道但不宜只有信教耽误修道本末导致实在可惜点老母娘的奥妙道在使你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呜呼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其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也曰在蹄摆曰何其欲下且曰在瓦屁曰何其欲甚邪曰在使你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故不及直正火之问于间是履体也每下欲况汝为末彼无乎陶物只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天贤三者一名同时其之意也庄子之被有第二十二老母娘的心声一三山坡母子离乃不得已皇母训子十戒一戒一当出天未分混沌未看妙明明无人我空空一团九六亿元佛子先天同聚无忧愁无烦恼自在安然先兄弟先姐妹身来伴随母来随母聚不离身边极乐不愿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跨彩奉无量尊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还无阴阳无对待治理纯然侠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吃的是仙桃点琼浆玉意穿的是登云鞋仙衣仙衫
老母娘的心声。二，论无极为圣欲至善宝，静静而因通万化万类根源，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乾，万八在气数并天使成就，又在指丑会满地是完全清气，升为天盘不至星斗浊气，降凝为地土海山川，至凝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晕暗类生卷，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动狂及坤乾老母娘的心声。三，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一本散万书哉，自无度有其奥妙，是神天意难尽言，天即成，地即立，万物其北东土无人烟，缺少女男，那时节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九六子七将凡间旅次的差缘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止，凡无奈何为母，我造下且九三山泼红醉了菩萨佛难设一个大仙池，其来洗澡趁机会先衣鞋收回礼，天众佛自救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先衣鞋，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声。四，为娘我悲痛泪原子呼唤耳，众等速东奔，莫要在脸如若是先衣鞋交与耳等耳，哪个亦不肯在世至凡者不知何也。这寒地冷饿了失踪国子，可引心权众佛子如要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母言，答三其末打开普渡清烧书清记信清度佛缘降道乃为救阳善降解乃未收恶煞，谢内以于探子归须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末节时期八握金线孝圣法前，不畏考验坚守愿解共赴龙华，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乘青龙跨彩凤无量尊严在礼天极乐之天国里，任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乘其青龙跨坐彩色凤凰，任意去来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环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理天无寒暑冷热，总是恰是温度，无惧无暑亦无阴阳之对待，只有纯然一环理气，理天以跳脱一切阴阳对待，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自性至理纯然通达无碍，故无数无管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前，暇无事则任意遨游观赏先天美妙景致，或下棋娱乐，或弹琴消遣，礼天之静无闷倦之事，举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意之所乐而为之，吃的是仙袍或琼浆玉衣，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吃的是仙袍仙果，喝的是琼浆玉衣，穿的是仙衣仙鞋，
仙桃果蟠桃之果实，亦称仙桃。蟠桃石洲际东海有山，名杜索山，上有大桃树，蟠曲三千里，曰蟠母。武帝内传七月七日，西王母降，以仙桃四颗与帝，帝时折收其颗，欲种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时，中下帝薄，种之不生。帝乃止。论无极为圣域至善宝境，静而因通万化万类根源理，天是至善宝地，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相遇。此地至虚至静，感而遂通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前一元十二会子会开天丑会辟地明会生人卯会辰会巳会午会未会申会人灭酉会地灭戌会天灭亥会混沌每会各一万零八百年。一元共持二万九千六百年七佛至世，三佛收元七佛至世南方是爱佛六千年，北方生育佛四千八百年，即一万零八百年。卯会东方甲三春佛三千七百二十年，西方有长庚佛七千零八十年，即一万零八百年。辰会西北方空谷佛五千两百八十四年，东南方龙野佛五千五百一十六年，即一万零八百年。四会东北方祭天佛五千八百年，伏羲是代理佛五百年，即六千三百年。五会中三佛收元燃灯古佛青阳旗掌天盘，莲慈会释迦文佛弘扬旗掌天盘，灵山会弥勒古佛白羊旗掌天盘，龙华会万八在气数足天使成就又在指丑会满地使完全子会开天一万零八百年，天成就丑会替地一万零八百年，地完全至位会数景至是圆满。母会元灵收回，又会灭地，虚会灭天，亥会重回混沌清气，生为天盘布日星斗浊气，讲名为地土海山川清清之气，上升则为天。满天布满着河汉星斗，此为气界所居之处。众浊之气下降则为地，大地为众浊之气所凝结而成，形成了土海山川，此为象界所居之处。至阴会天地交日月合照，会阴阳合阴晕万类生全子会开天，丑会辟地，以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判。淫会之时，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日月蝶相交替，阴阳阴晕而育生万物品类，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动黄及坤前，此即是先天妙理开天辟地之本源，无极主静，属理天；太极主动，属气天；黄极主化，属象天。
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道即是理理即是道至虚至灵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道本虚灵能生一一能生二二能生三三能生万物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三才三才者天地人万物因之而生生化万物图 e colon / occ / occ hyphen 2 / 意图象棋生化五万点 JPG 天际成地际里万物西北东土里无人烟缺少女男天地继承万物以其背这就是向天亦称娑婆世界堪苦世界苦海此岸东土等等名称不一而足这世界被创立之后尚无人烟缺少男女整个世界乏人管理统治那时节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就六子七将凡间由于天地有定数子会开天丑会替地寅会需要有人降生时机已至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才舍下皇母之九六元胎佛子以其降临凡间接受种种历练屡次的差元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至凡于是老母娘每次差遣元佛子下凡降临东土每来一次又回去一次就是不肯留下来治理凡间东土无奈何为我造下解救三山脱红醉了菩萨佛身在无可奈何之下老母娘只好造下解救在三山脱红醉了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原胎佛子设一个大仙持其来起早趁机会先一邪收回礼天老母娘还设一个大仙持好让大家一起来起早趁机会将大家的仙衣仙鞋都收回礼天众佛子就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仙衣鞋可在哪边众佛子就醒之后却见不到老母娘又不见仙衣仙鞋为娘我悲痛为原子呼唤耳众等速东奔莫要再恋老母娘因为要与众元胎佛子分离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并且呼唤众佛子速速往东土而去千万别再留恋于礼天之舒适自在如若是天衣邪交与尔等尔哪个亦不肯再是临凡老母娘若把天衣先邪交给原胎佛子则又没有一个肯降临凡间留下来治理世界折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失踪脖子可隐心全到了凡间若天气寒冷就折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以御寒地冷若肚子饿了就取松子脖子吃口渴了就取清凉泉水喝众佛子如掉回悲哀悲叹问母
我是何时方把家还众佛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皆如掉失了魂魄一般，悲伤地哀嚎叹息，纷纷问老母娘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母言答：三期末打开普渡清烧书清记，请清度佛缘。老母娘回答说：等到三期末节大开普渡的时候，老母娘会亲自烧书信给大家，并且亲自来度化众缘开佛子，告一回家之路。家相信叔皇母训子十戒以及天佛圣训都是皇母烧书信度化佛子众生，众儿女心有疑悲声大放为母，我且和同父语。黄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众元猜佛子心中有存惊疑，悲伤地放声大哭。老母娘见众佛子如此惊疑悲痛，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元佛子，以作为来回天之凭证，求道时的合同皆是平等。自此我缘佛子东土而分至世界为男女灾地人焉。从此皇母之缘胎佛子便向东土奔驰而去，点治理世界，或为男或为女，并传递人间烟火，母子分各东西，好不难过。自此我众佛子受尽熬煎子各分东西，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而众佛子自此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唐李白不通诗名利图煎熬安的咸鱼不，至今时区只算60000年，载美想而再是苦母心难安。自三山坡一别到现在，区只算来已有60000年了。自营会生人以来至今未知出已将近60000年时光，每每想起众佛子在世间受苦受难，皇母内心就难以安舒。一别千古一别60000多年，今时下运也至为母降道差三佛半末后普渡收缘，现在时运已经到了为换回在世间受苦的缘佛子。老母娘降下了大道，指引众生回天之路，并差遣三佛万里末后已着的普渡收缘。三佛燃灯古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如何与老母娘同在一阵里时修一礼不依人修道任指真一人一出错一礼是良心二行功了愿天不能言地不能与人能红道非道红人顿而的敦厚善良造就母的完美圆满而的光明坦荡照耀母的灵明清虚而的柔和宁静凝聚母的慈悲感应而的知足感恩建立母的欢乐喜乐而的无私无我回应母的无边无量而的屹立不摇弃入母的永垂不朽本尊与分身关系。资料来源网址
https://drive.google.com/files/d/0v_front_one_page=10.1095391145046744483 05。认识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孔子说过，或罪于天，无所早也。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又为天理。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于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上天就会唾弃我为为乎？为天为大，伟大啊，只有天最高大。天，孔子、孟子思想中，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道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形，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无不知其名。想名曰道。心静经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知己是眼能见，待借者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在我们生活经验中，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常常会带着期望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当事情不太顺利时，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若事情已经绝望了，我们只好叹息天不从人愿，最后事情若起死回生时，我们会高兴地说，天理昭昭，老天有眼，有一位真神上帝。看不见则并不表示就不存在，如空中有许多电波承载着美妙的音乐影像，虽然看不见电波，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电视，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浩瀚宇宙和微妙自然，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万物的创始者，有一位真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派出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新约约翰福音1:13圣经创世纪1:01分 5:1:1 起初神创造天地 1:2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1:3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4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5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宰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老母娘明明上帝老母娘生天生地生万物为天地万物生灵之真主宰又称无声老母又称明明上帝上帝当知道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音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就如大雅所说的音之为丧失克配上帝朱子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小雅上说按形体而论就叫做是天按主宰而论就叫做是地既是朱子和程子两个讲解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就可以明白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敬奉的上帝基督教辟邪归正论第5-6页老母娘清净经云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可知天地之源出自于道未有天地先有此道道德经首母章第52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莫身不殆皇母训子十诫三戒为道独尊我独尊生克制化老身份三戒十方母为主养育圣凡一灵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创天地而与天地同在自性佛即是灵看不见抽象但是它却存在每一位十方善知识的身上。所谓道化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天主国与自性国主耶稣对父神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约翰17:21道德经混成章第25有物混成先天底生即息了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始始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狱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大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
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马拉基书一，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道德经会成章第25，皇母老母娘即是无极老母，无极老祖，无生老母。皇母天父，天上的父也，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神，上帝真神，阿拉阿拉真神主，真主造物主，为皇上帝，明明上帝造真理，老母娘慈训，明明灵灵一点光，上帝赐而珍宝藏，无量慈怀传一指，心虚大化救援，皇至尊无上威灵力，至圣心法复贤良，三界法与慈云布十方，共母朝母娘，外灵归尊乐欢喜，真宰无为居天堂，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恩宰，明明上帝无量心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一点，明明上帝圣号之意，以明明是代表先天纯阳光明本性，所以明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也是内在的明。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内在的明为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上帝即宇宙的最高主宰，他是诸天神圣三世诸神之本，也是宇宙唯一至尊的神，它不但是灵性之根源，也是创造宇宙生育天地运行日月长养万物的道主宰，在人而言亦如无人本具之本性良知，如帝尧之大仁，禹舜之大孝，夏禹之大公，文王之道德，周公之大才，老子之感应，孔子之忠恕，释迦之能静，耶稣之博爱，穆圣之清真，观音之道慈，世子之喜舍，文殊之大智，普贤之大行，弥陀之平直，观圣之刚正，纯阳之虚明，五目之精中等十方众圣三世诸佛，一切奥义妙理，无量智慧功德，神通妙用，全是由上帝的性体中流露出来的。上帝的性体尽虚空遍法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看不到的一切，全是上帝所变现的，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是与上帝同在的。上帝的灵光大而无极，范围天地，小而无内，细入无间，凡是日月星辰江海井泉白云彩虹雨露霜雪，一花一木一草一蛋，宇宙森罗万象，全在上帝的性脉中。无量心虚形容明明上帝是无量智慧之根本，无量妙行之本处，无量功德之源头，是真空妙有虚灵不灭的至尊至圣，世尊崇即位为至尊至贵至高无上的，敬奉其德是圆融完美无缺的。三界十方，三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十方指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东北西南上下，
要上帝的性体进虚空，天法界无所不在。X 三界二十八天图万灵真，在说明上帝的圣灵大而无极范围，天地小而无内气，入无间，为万有之源，万化的真主宰。所以明明上帝为一切生灵的大总持，在传统道场亦有尊称为无生老母或以母子为代表，其意义如同明明上帝具有形上意与形象意，为万物苍生生命的大本源头。三界十方万灵真载至尊至圣无量清虚言，其本体尊崇其位敬奉其德载主其尊，用在万灵便不恒，用在不无言为犯其即形容其大，说明其相明明上帝母子与母同音同义，自形与父母自相近，母字的情意一点中家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是阴阳，代表用体用合一为母，有体无用则至空，有用无体乃至相，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体用合一即是佛也。二点点代表无极，点代表真如本心，三点中线拉直透出圈外，表示超乎太极之外，贯乎太极之中。四点母字正转九十度，表示先天灵性之母，先天母乃外灵主宰，灵性之母心无形永久之如来自性。太极字的形意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两点是阴阳，代表用。从代表无极，动生阴阳，从直心代表真如本心。太极图各教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一点如叫天上天上帝、明明上帝、为皇上帝等，中庸交涉之理，所以是上帝。天命之谓请，诗经小雅，明明上帝昭灵下土，大雅上帝灵汝无二耳心，书经汤告为皇上帝降终于下明，若有恒性。二点佛教大日如来毗卢遮那无声等法华文具会本法身如来名毗卢，此番已遍一切处。谈经一问挺若悟无声顿法，见西方只在刹挪。大日经书亦云，梵音毗卢遮那者，是日之别名，即除安片名之意也。同十六曰，所谓毗卢那者，日也。如世间之日，能除一切暗明，而生长一切万物，成一切众生事也。经法身如来亦复如是，不以为喻也。三点道教无道无极天尊等，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底生，即息了息，独立而不改，都行而不败，可以为天下母，无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点也叫真神耶和华天主天父上帝等，
圣经创世纪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五点回教阿拉真主。福荷兰经卷一奉大仁大慈真主之名六点先天大道无生老母明明上帝无量心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真主古兰经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制服了日月他们必定说主就。六亿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十一死的大地复活呢他们必定说真主二九六三真主古兰经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一一二一真是万物所仰赖的。一一二二他不生也不被生。一一二三没有任何物可以与他匹敌。一一二四真神道上帝生命在他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内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等人不是从邪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一四九一三一四耶和华 Yahweh 耶和华 Yahweh/Yahweh/的称呼在原文之意义乃是自有拥有的他亦即不生不灭诸天之国与神之国神为诸天之国之上的主宰母居礼天在诸天之上为万灵真宰诸天之国与神之国宇宙能量整个宇宙充斥着舞动的能量。除了此舞动的能量，我们的宇宙一无所有。在某个时间点，这些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与无知觉的能量，从而由一分为二就对立。斯瓦米维达帕若提 Swami Vedabharati 这着火瑜伽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约翰一书三点二十四分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何处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颇相似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福音书作者约翰神上帝老母娘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创造人时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二七五教禅道佛家所言正法眼藏灵山柳枝净瓶主人翁真主人真如等等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
道家所言古神葫芦玄庆众庙之门等等。回教所言阿米木亮木米木回回之地等等。基督教言十字架用火施洗窄门等等。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没有求道的人是无法体悟的。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而道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个根如没有经活佛师尊名师指点，是无法找到的。可见求道的重要，经典印证亦无有正法掩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二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指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事实众皆默然，为迦摄尊者破颜为笑。世尊曰：吾有正法掩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复主摩诃迦摄。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诃迦摄分作令座，以僧伽梨为之，遂告曰：吾以正法掩藏，逆复于汝，汝当护持。吾登会员卷一七佛释迦牟尼佛著僧伽梨比丘三一之一，华译为众聚十一，又称为大一，由九条至二十五条制成，是作大法会，或是见国家元首众臣时所穿的。正法密传会能及会祖义，三五度士足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会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起祖言和其自性本，自清净和其自性本不生灭，和其自性本自具足，和其自性本无动摇，和其自性能生万法祖之物本性。为慧能曰：不是本心，学法无益。若是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一三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
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四 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a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因道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台中国际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佛家言不走正门进入四生六道胎生耳牛马羊狗之类卵生眼鸡飞禽之类狮生口鱼虾水族之类化生以马以蚊虫之类泥丸公气天神肚脐在世投胎为人任母归根修道目的在离苦的乐唯有任母归根方能超生了死生登圣域贤观永脱苦海母自垂母教皇母慈是这恩师一指点杀身难报重如山恩四海实际心怀若不受师指点怎能脱苦又怎能了生死不受考灾上超祖下引孙权平师立各应当报大恩尊师安排皇母十戒第七戒五教圣人提出了诚恳的呼吁一点穆罕默德可兰经文难了死速拜真师反饶西二点耶稣基督圣经空是玄真意赞美诗词作高歌三点太上老君道德五前卫严谨速拜功常早归根四点释迦牟尼真空非空法非法如然自在是个五点孔老夫子穷神之化之其旨定静安律见本人古人云白藕绿叶红莲花三角原来是一家三大圣人发庆礼得了窍妙回老家悟又本末是有终始之所先后则尽道矣信教不爱修道但不宜只有信教但悟修道本末早至实在可惜点老母娘的奥妙道在使你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呜呼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其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也曰在蹄摆曰何其欲下且曰在瓦曰何其欲甚邪曰在使你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故不及直正或之问于坚是履兮也每驾驭况汝为末彼无乎陶物只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天贤三者一名同时其之意也庄子之被有第二十二老母娘的心声一三山坡母子离乃不得已皇母训子十戒一戒一当初天未分混沌未探妙明明无人我空空一团九六亿元佛子先天同聚无忧愁无烦恼自在安然先兄弟先姐妹身来伴随母来
随母去不离身边，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乘青龙化彩奉无量尊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还无阴阳，无对待治理，纯然侠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吃的是仙桃点琼浆玉意，穿的是灯云鞋仙衣仙衫，老母娘的心声。二论无极为圣欲至善宝，静静而因通万化万类根源，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乾，万八在气数定天使成就，又在指丑会满地是完全清气，升为天盘不至星斗浊气，降宁为地湖海山川，至宁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君，万类生全，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洞黄及坤乾老母娘的心声。三道即理比及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一本散万书灾自无入，有其奥妙是神仙亦难尽言。天即成地即立，万物其北东土无人烟，缺少女男那时节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九六子七将凡间旅次的差缘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止，凡无奈何为母，我造下解酒三山泼红醉了菩萨。佛南设一个大仙池，其来起早趁机会先衣鞋收回礼，天众佛自救醒来，不见母念又不见先衣鞋，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声。四为娘我悲痛泪原子呼唤耳，众等速东奔，莫要再脸如若是先衣鞋交与我耳等耳，哪个亦不肯再是至凡折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失踪脖子，可引全众佛子如要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母言答三其末打开普渡清烧书清记，请清度佛缘降道乃为救良善，降劫乃为收恶煞，血泪已于探子归，需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末劫时其把握经现孝圣法前，不畏考验坚守愿解共赴龙华，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乘青龙跨彩奉无量尊严，在礼天极乐之天国里任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乘其青龙化作彩色凤凰，任意去来，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还无阴阳对待治理，浑然理天无寒暑冷热，总是恰是温度，无惧无暑亦无阴阳之对待，只有纯然一团理气，理天以跳脱一切阴阳对待，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自性至理纯然通达无碍，故无数无管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前，暇无事则任意遨游观赏先天美妙景致，或下棋娱乐
或谈情消遣。礼天之敬无闷倦之事，举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意之所乐而为之。吃的是仙桃果琼浆玉衣，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吃的是仙桃仙果，喝的是琼浆玉衣，穿的是仙衣仙鞋。